哎，我们进来了。好的，哇，什么地方啊？这感觉好酷。嗯，有点荡哦。我先把这个视野距离调一下，好，难易度调成普通。现在外面有点下雨。这是 NEI 最新的功能，就是自动，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啊，反正我是最近才装 NEI， 只要去之后呢，它就会显示知道这什么东西，就不用担心会念错了。嗯，虽然我也不会念错。我们先打点数吧，总算有个地图哎，跟小地图长一样。整个是桥墩的那个，就是长得蛮酷的。多挖点木头好了，我想要挖20个好了。20个的话可以分解成80个，就是新的生成系列，所以呢，我就去就是看了就是八版上的那个有一个大叫冰雷做的国外地图整合文，我觉得这好像不错，我就下载来看，我就下载来玩。我记得没错，好像叫 Tropical Ice 还是什么，在生成系列里面，这个地图是没有成就的。应该是没有成就，因为我在原文上面没有看到成就。嗯，好的，这样应该够了。先分解，有3块，然后呢，80个。做一个合成台，现在好像叫工作台什么。现在我的版本是 1.6.4，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合成台就放这好了。那边是有些羊，我们先去做一把剑，然后去杀这些羊，不然的话晚上不好过。放了2个了。没关系。砍杀羊。羊儿，我来了。Yes， 第一个羊毛到手，羊毛 get。这只羊怎么打不到？神奇的羊竟然空在那边，没关系，那我们去打那边那一只。羊毛2个 ，get， 这个地形还真酷，上面就有煤炭。那只羊真奇怪。还是有点累，我先还是调一下好了。应该够短，音效跟音乐都，音乐没有调到0，音
影响32%就好，这样跟大家讲就比较容易听到我说话。嗯，这边砍只牛好，这是小猪吗？是小猪欸，好像还是小牛。砍只大牛好，虽然我不吃牛肉，但是呢，在麦块里面我是可以吃牛肉。哎，这只牛是不是死掉了？是，竟敢逃跑！换你了，小猪。两块牛肉到手，应该就刚这只了。它真会跑，最硬的牛是不是都长在树上？真奇怪。两块肉，还是有点 lag。这样虽然你们看起来不太好看，不过。找到最小的小小，这样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的核珍珠在哪里啊？哎，僵尸竟然烧起来了！哎，核珍珠应该在附近，调菜机还是不好。做一个床好了，按下滑鼠左键的话，它可以把就是平均分到你要的格数上面。右键的话是就是刷一条在上面。你感觉好酷。好，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狗。我们家珍珠进入石器时代了吗？还没，我们要先挖到石头才可以进入石器时代。嘿，那挖好了，掉了好多树叶。我们先挖一个熔炉，我们烧点东西吃。需要一个熔炉，需要8个，就是鹅卵石，没错。这个地图是1.5的地图，不过1.6.4来玩这个。那我们就挖这样子吧。怎么看这材质包就觉得不错看。太阳下山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做个熔炉好了。做熔炉之后就剩下16个。先烧，就是放2个，把这样把整桶拿去烧，这样烧点木炭，我们就可以做那个就是火把。好，我们做有点不太够，我们多做一点这个。做一把石斧，之后呢是底下挖沙子，我们想要盖玻璃屋之类的，然后再做一把石铲，之后呢，最后就是石剑，家有一把石剑。
再加一把十电。先睡觉吧。幸好怪还没长出来。嘿，第二天了。里面有一只苦力怕，看可不可以杀掉它。这个才知道苦力怕好恶心哦。真是爆了！嘿，达成了！现在有，他怎么没有掉火药？真的是，竟然没有掉火药，太可耻了！而且我们有木炭，嗯，先做了8只火把好了，反正，然后这个拿来烧东西。烧什么呢？来烧的我们的猪肉跟牛肉。哎，我的猪肉嘞！喂，猪肉嘞！喂，哎，猪肉回来了，刚怎么不见了呢？下吧。好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猪肉跟牛排都烧好了，现在可以去工作了。这边有一点煤矿，我想去挖。这边有一个矿坑，矿坑里就有煤矿，先插个火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不到，应该是还好了。现在是白天，那边有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个才知道，其实我还没看过它的怪物，不是觉得就是它这个什么东西都长得不太一样，感觉不错，这是煤矿。小地图应该是没有违规吧？这里好多煤矿，暂时应该不需要担心煤矿的问题。那我们就以他原本的成就来做成当成就好。就是原本还Minecraft 设定的成就，来当做我们的成就。等我达成，我们就可以就是收手了。当然，那个什么矿车那种的就算了，太难了。所以我们回家吧。16个煤炭，蛮多的嘛。挖点沙子，我想要盖个像玻璃屋之类的东西。虽然这里不是海底，但还是可以盖玻璃屋。好真实哦！那个上面还有就是像贝类的东西。而且呢，就算不要盖玻璃屋也可以做。算了，还是不要盖玻璃屋好。但是没有玻璃还是可以做窗户的。啊，沙子还真快。这个沙子怎么是英文的沙子？奇怪，沙子。哎，挖到2个了。哎，这上面那个是什么？是漂流木吗？这么快就一组了，
沙子应该够做，就是好像可以做玻璃屋吧。我不太清楚。我觉得这集呢，就是采集，就是到这边就好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是帮我点个喜欢，然后呢，还有订阅，就是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随时追踪到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是随时追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